浪姐邓卓恩最近同郭子豪传出绯闻，随住旧相越臭越多，而家除咗被怀疑做第三者之外，仲被怀疑整容添。我之前都有回应过，其实我就净系箍过牙嘅，不过系可能咁多年嚟啦，认识到自己啲优点缺点啊，咁识化妆、识打扮之后，咁所以个样咧就已大大唔同咗。因為不好的新聞都可能會引嚟很多不同網上面一些留言啊嗰啲嘅，咁心情有時都會被影響嘅。不過我知道入呢行就會要面對一些負面的新聞啦，咁自己都要係即係從中學習咯。咁我都很慶幸我入咁早入行都已經有呢個經歷，就令到自己係可以之後喺呢一行裡面都可以 stand strong。郭子豪虽然此地无银咁样澄清自己年初已经同前女友 Karen 分手，不过邓卓恩就好似想撇清关系咁。我哋就翻教会嘅朋友。